录的片段为什么要重录？因为我按到慢动作，等一下。你刚才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尴尬是吗？要不要看是谁的问题？不是我按到慢动作，要怎么改啊？好，换我开场了，这是我们的行李。你先让我开回，要怎么开？一半是衣衫的，他也在睡衣，整套睡衣。不是啊，晚上睡觉会冷。然后短袖短裤的睡衣，会冷。OK OK。哎、欸，慢动作怎么开回、啊？这边是我的，然后对，很烦，黄金周还要带卫生棉，然后这里是延长线，因为我们七个人，我觉得我们一定不够穷。然后我还帮彤彤买了彤彤的修眉刀。怎么按回？怎么改掉慢动作了？他心心念念很久了，我昨天买了，我把它带去横滨给他。是这种人慢动作。然后我们还带了麻将跟扑克牌。慢动作在哪里？他还在研究怎么调相机。为什么会有慢动作啦？真好笑。烦哦、啊！你说他是谁？李敏镐。哦 ，OK。签哦，结婚证书。结婚证书，结婚证书。我们差一点去户政事务所，要不是我不知道横滨的事务所怎么走，我就带他去。超好笑。要不是我不会讲韩文的，我愿意，我他妈直接现场讲。OK OK。我们坐同一班车哎、欸，开心吗？一起迟到，迟到几分钟？他二十分钟哎、欸，二十杯哦。没有，是你们算，不是我算，我是不可抗力因素。嗨，肉仔，怎样啦？肉仔，肉仔啊？这么小的车没有这种东西，我们马上用到一个大缸。工商小，你工商小，因为他有录影啊，所以他有听到。但是蓉这个这两天的东西，是我做的导游吗？蓉，这是你的导游吧？啊，蓉蓉，你喝酒不行的话，就出去啊。走吧，两用哎，真好。冰山，还好。你想要今天彤彤喝二十一杯，我就。你为彤彤，你为什么迟到，一直默不作声？你是 不敢说？我们，你知道我下地狱。蓉蓉，人家还没拍完，你就这样子了。我在下面，在比谁拍的比较好看。在乱拍，把人家腿拍超短。我的腿很短吗？干！我看我看。很短吗？我想看，我想看。在哪里？不要！我要看！我要看！我想说，我有多专业的照片，我的也没有多长，根本人都还没。对啊，我觉得是衣服。我觉得是衣服的问题。不然你叫阿伦过去，一堆人全部跟到不见了。龙龙生气了吗？没有。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棒子应该举起来？中华街。可是说不定他们也要去耶，会不会？蓉蓉导游要顾好大家哎，是我跟你讲的，你还没有发现。你不要跟紧我好不好，我有跟紧啊。然后你要看一下后面有没有跟上。好，你不能走太快。我不能走太快。我丢四人组。哦，我们一三带错路。四人组。我要三下子。你请假哦。爷爷有说什么吗？没有啊，我看一堆人请哎，真的，那一叠至少大概二十个人，还要写假单，对，好辛苦，那叠超厚，要写理由书，对。香的。
哎、欸，那个影片记得要发哎、欸，我想看，记得要发，一定要发哦。我考虑一下。你妹童年阴影很大，甚至很低。偏左，偏左吗？那我再右一点。好，有在中间吗？没有，那你在右一边。你在右边一点。好，这样再走。会挡住船吗？不会。好。啊，你可以拍。想要跳了吗？他会先撞死。这两个想跳了吗？不行，就下去，跳下去你会先触礁。对啊。你会先鼓一个那个鱿鱼摊在那里哦。有用。摊在那里。抱不到我在哪？那你要问永玉。爱河哎，永玉怎么没来？你们刚那个摩天轮，那就是那个韩国瑜说的爱情摩天轮。到时候开始经济越来越好。很多很多日剧，很多日剧就请来这边。爱情摩天轮有卖那种公费？当然有，它旁边就有一个无聊的。第一引进的钢弹城。那钢弹不是那个钢弹，是钢弹。OK。台湾有铁那个你字幕自己修一下。好。是个钢弹，是个钢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们台北淡水有什么铁弹？蓝东。钢弹。不够不够。钢筋铁硬。拿啥？不能听到。那你现在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再跟我们讲，我们再买票。拜拜。超好笑。下地狱，两个人下地狱哦。什么事都遇到了，我没有笑，我吓到了。我怎么会笑人家啊？赶快擦，赶快擦。记录一下意外之喜。好扯哦！你手举高。有用到你哪里了？你背这个秘密。我的头被沾到啊！你帮我看一下头发。哎，真的耶！
我看不到。先去亲一下，去麦当劳亲一下好了。去厕所亲一下。前面有厕所。你真的很幸运。你有看到吗？没有看到。你有看到？包包 fashion 哎、欸，还背两个包包出门。为什么背两个？刷呀。那、啊、那个呢？刚不小心就刷下去了。这买什么？买那个。刷啊？多少钱？就便宜啊。太便宜哦，多少？差不多50万日币吧。等一下，老板，我录音啊。高雄来到台中吧。这个腋下这个点跟这里会动，那去买腋下。腋下是禁忌的地方。横滨炸鸡排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大家好。王希哲帮你自己剪了一串包子，好喝吗？好喝。我要帮你爸多拍一点片段，然后叫你爸看我影片。他看吗？我不知道，可能不会。他也跟爸爸喊话，需要多少生活费？我需要再加个10万。再加个10万？台币还是美金会比较好？我你跟他说美金，我会比较喜欢。美金吗？美金我自己换日元。好 ，OK OK。很烫吗？很烫哎、欸，干！这种事，我试过了，我屁股都要下不去啊！原来那个很踩哎、欸，是 size 的问题。方蓉蓉吗？三串应该还。蓉蓉，请你记住是他们不拿的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他在哪。对，你们知道他在哪吗？对吗？他说我去前面看一下包子，前面好多包子。偷偷，我，你有怪偷？对啊。是看到这种玩法哎、欸，就是山下叮咚。大家都绕了一圈。等一下，彤彤，好臭哎，彤彤。好臭，台湾很牛，台湾就中钱哦。偏偏给他抓兵，太牛了。确定日本女生喜欢吗？好帅的，我们要游过去，好，其实好像也蛮舒服的。那个导游旗呢？大家走丢了，要准备了。应该没有走丢吧？就没有啊。黄希哲，我也是第一次出来被鸟屎砸。你要拿介绍一下你那根。这个。发式蓝带棍棒。发式蓝带棍棒。这是什么发式蓝带棍棒？王希哲 ，Say hi。我根本看不到我在录什么。蓉蓉，蓉蓉在哪？蓉蓉跟彤彤，你们看起来好累哦。有点累。他们没有。先捡一号，一号 Q 猫。走喽 ，Q 猫小朋友。来二号、一三小朋友。三号呢？没有，他们是指剩一个，剩两个啊？哪有两个？卷毛跟洗碗机啊。卷毛在这啊，会以为你说的一号是他哎、欸。好笑，他这到哪都好像不用啊。定型液感觉没有用了，你有喷吗？
最会拉队一号、二号，彤彤还没有你们那么会拉队。屏幕造成人家困扰。我们这边很熟。可是不没有人要玩，可以不用去。你要玩吗？这个的话可以。看起来很赞哎。感觉就啊，可是，夹不到。你会扭的吗？会耶。真的，你都扭什么的？就是那种吃的。哦哦。我一定要一次中。跟爸爸说，爸爸记得付钱哦。爸爸，我一定会一次中的。好，一次中的，没有中就爸爸付钱。哎、欸，刚好三个哎，你爸，然后跟你两个哥哥，一人一个。这一看就不是啊，这一看、欸、是吗？是哎、欸，哦，一次中哦，好棒哦。哎、欸，那我觉得运很旺哎，那再继续，那再继续。奶茶还好，奶茶还好。哎、欸，它比较廉价哎，比较便宜。我希望我一次就中这个。是你要的吗？是柠檬的，可是 是大瓶的。Oh no！ 是大瓶的，你不想要大瓶的？这个？对啊。因为它要怎么下来？它是这样夹上来，要放在这里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好难哦。对啊。这个感觉比较简单嘞。再坐三分钟，柔柔坐到四点半，结果现在四点三二十七。三分钟我会穿鞋子再喝，所以大家可以坐这里。嗨，你累了吗？不是谁搭夜巴不会累，你跟我说一下。我没有搭，我也好累。哦，你醒了吗？醒了。确定？晚上还要喝酒哎，你这样很容易醉哦，没有睡饱。哦，好。我也没睡饱。你不会醉。怎么确定的？你说你酒量很好。我酒量很好，问题是也要看那个状况吧。那颗点下去，今天几步？一万九。哇，干，你要两万了耶！哇，我才一万三哎。哇，短暂来说，你步数不是比你看比我差。啊，我一万九一走才一万三。那可不可以看你的？你看你走几步？这谁的鞋？他的鞋。他的鞋。我一万五，一万五，哎，为什么我走那么少啊？什么意思？真的，看我的小短腿，不需要走那么多路。走失了吗，小姐？小姐走失了吗？平均来五次的泡面博物馆，这次你说不做了，做的都已经没了，好吧？所以我们就买票进来看。Thank you.
吃的面哪一个？是有菜的。你说这个什么豚骨酱油吗？就只有蛋。那些它就有选。日本吗？我真的没看到哎。哦，我看到了。我就会 take， 他就要 take 我。华山现实小偷。印尼的这个炒面很好吃，哦、对，很好吃，又很便宜，一包十块。脚好酸哦，脚超酸的，很酸的脚。然后你会累吗？脚有点酸，但还可以。王新哲还可以吗？还行，也是脚有点酸。文科太高了，显得太大只。不管怎样，看他好像幼稚园小朋友。有吗？有姐姐有吗？对。在这里耶！我刚刚还在那外面拍。